上礼拜，新竹县的水坑溪才因为溪水受到污染，乡亲去到工厂门口抗议。想不到十六日间，溪水又出现一公里长的白泡，目前是还无都确认讲这污染源是对倒位来。一大片白泡，水面拢好盖起，现场阁有十片的消毒药水杯。县西水坑溪附近乡亲上礼拜才来到这间工厂门口抗议，想不到无几天。溪水又阁出现污染，实在是无够无奈。发现那个积水异常，出现大量泡沫，水层那个有一点灰色的感觉，然后稍微有那个臭气，没有先前那么味道那么臭。这条溪哦是长期污染。工厂提出家己做的检测报告，证明这届污水唔是因排出来的。环保局决定十七搁再派人对工厂进行水质采样。没堆渣废水到底是对的未来，我们会在它的一个放流口那边装一个，另外再装一个监视器，好来监看它的那个排出水的一个样态。当然，我们还有一个是及时的检测器在水体上，好，它会把一些相关基本的水质资料，我们随时在网络上是可以监控的。环保局表示，之前确实发生过污水，是另外一间清洁剂业者所造成。不过，真正的原因，佫需要进一步做厘清。记者刘君和，新竹报道。